受到中台小庆江阵风的影响，客家国小历史宿舍周围的一张大树被风扇倒。客家丁农村村长陈英峰知影了后，上午就赶紧到现场进行处理。昨天小选台风啊，我从台北回来，看到这边有一棵树倒在屋顶上面，然后想说就长期有在维护这个空间，就利用自己一个早上的时间来慢慢把这个倒木把它移除。丁农村等达六档协助客家国小维护宿舍的大树，村长先利用绳子固定片面树木刷档，再过以备树的技术确保自身安全，先将有枝条刷除，再过将树枝慢慢啊刷到地面。比较困难一点点，因为它是整个倒在屋顶上面，所以我们除了自己爬上去之外，我们还要用两条绳索固定这个倒木，避免它我们在切除的过程中有任何的掉落，导致人为的危险。等一下用绳子把主干整个拉起来，把它顺利降落在地面啊，再把这棵树把它伐掉。不挖靠任何的当机具来辅助解决环境的树木风险，陈英峰希望将所有的技术回馈给母校。那天新闻台三客家采访报道。